现在的天气有点阴，这里有一个灯塔。墨尔本这个城市的位置很好，我们前几天我们就去山上面，去小镇上面看秋天的景色。这一会儿呢，我们又来到了海边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里就是一个灯塔。哇！那边就是进墨尔本海峡的一个入口，这边呢就是太平洋了。然后这里的看起来的话呢，很壮观。现在我们到下面的沙滩上去走走，看起来挺漂亮的。这些岩石像沙子的岩石，这里的岩石真有趣，它们的颜色呢是橄榄绿的那种颜色，偏黄的橄榄绿。这里还有水池啊。这里的景象可以产生很多的摄影的感觉啊，但我觉得从画画来说的话呢，好像还要思考一下。这里是真的是太漂亮了，如果是个晴天的话呢，可能看起来会更加有感染力。你看那条大船，这是陪着小朋友，他们在这里也很开心的，有各种各样的发现。站在这个栈桥底下看到后面，透视感真好，漂亮。你好。